林湘加入，我们欢迎林湘。她是神似黄姐嘛，对，所以现在就是两个就是民意代表在同一个队，有没有觉得很有趣？那时候他就一直狂讲啊，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他一进来的时候，大家都要站起来自我介绍，然后等到他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我就有说，哎，你像谁谁谁，这是拿什么什么谁谁谁，这个又是一个谁谁谁，哇，我们队上好多这种议员呢，私底下已经开玩笑过了，都蛮有趣的。走吧，出发，现在创造自己时代，闪耀舞台，所有目明台，手握起谁干的，全场尽情喝彩，闪耀舞台，所有目明台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Dragon Beauty 小龙女，我是队长小印，我是玲玲，我是林湘。其实一开始是蛮有压力的，因为不知道说会是我来接任这个队长的职务，那心情上是蛮紧张的。但是我觉得琪琪带给我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那她也会让我一直学习说她好的长处，那我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前进。那因为你跟林湘就是是同一个经纪公司的嘛，那她加入小龙女之后，你有建议小龙女学姐的身份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吗？我觉得我不用特别给她什么建议，因为她毕竟也担任啦啦队第四年了，有一些事情是不用教就知道了。只是一开始她进来的时候，我有跟她讲介绍这边的人比较有什么样的特色，因为这边的小龙女们其实都是比较善，我觉得很善良，然后待人都很好，所以我有跟她讲过，就是这边的人很好相处，叫她不要担心这样子。因为你之前就是神似高嘉怡，她是神似黄姐嘛，对，所以现在就是两个就是民意代表在同一个队，有没有觉得很有趣？那时候他就一直狂讲啊，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他一进来的时候，大家都要站起来自我介绍，然后等到他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我就有说，哎，你像谁谁谁，这是拿什么什么谁谁谁，这个又是一个谁谁谁，哇，我们队上好多这种议员呢。对，私底下已经开玩笑过了，就蛮有趣的。那林湘呢，就是从乐天女孩变成小龙女，是，心情上有没有什么样的调试？其实因为这个决定是比较久之前就有决定好，所以在那个比较需要调试的时间我已经过了，我现在真的是完全全心全意融入他们，然后跟他们一起应援，然后一起为中华职棒加油这样子。我觉得适应的部分其实还好，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当过啦啦队，所以就已经知道什么情况会播哪一种类型的歌，所以反而在舞蹈上的调试的比较快。然后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他们的有一首呛死叱咤云霄，那首真的是好复杂好复杂，只要错过一个动作，你后面整组就会全乱。没错，因为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它很难，所以是大家的大魔王。对对。OK， 所以目前应援方面来讲，是你自己觉得是没什么问题。应该是，我不敢把话说满，但是应该新闻又会放你开幕战的样子。对对对对，我会努力跟上大家的。对，因为他们的舞真的也非常多，我算过也是将近百首。对，也是百首，所以就是我们都会在旁边 ，OK 的。因为其实开幕战对的对手是钱东家嘛，心情上会不会很复杂？我觉得真的我自己的个性已经过了那个复杂的阶段，当然刚开始要换球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心里是比较挣扎比较复杂，但是已经过了那段时间，那现在就是蛮认真，然后也很期待新的球季开始。